我一个生死菩提，我再弹，我再喝个酒，我再来个生死菩提。单挑剧情的第21天，今天咱们准备重新使用生死菩提这个特技，如果可以运用得好，那么对我们接下来的剧情挑战将有着重大的帮助。我们提前购买一些高品质的真露酒，还有醉生梦死，这样的话可以配合我们的生死菩提，我很有信心的把它运用得很好。可以看到我们的老三也已经115级了。然后昨天竹鼠型忘记设置了，咱们这边设置敏捷啊，这样的话可以比小怪快，给老三加下点。现在老三戴的是善恶套，老大戴的是吸血套，这样的话可以老大开场戴了，咱们叫起来也比较顺口一点。好的，万事俱备，咱们直接切入战斗，就是三大白骨精里面最后一个怪物了。咱们还忘记变卡了，不行不行，咱们得跑啊，因为咱们的速度没对面小怪快啊，咱们得先跑。得变一张敏捷卡才能比对面小怪快啊！可以看到对面输出很高啊，都是法系怪物，咱们生死菩提的话应该是很有作用的。没跑掉，没跑掉没关系啊，咱们血线还挺厚的，继续跑就可以了。噬心封我，没关系。阎罗令不痛啊，不痛不痛，咱们直接跑就行了。这伤害确实很高啊，都是雷击的，咱们确实可以考虑一下把项链打一下那个雷吸收的项链啊。又没跑掉，啊！怎么感觉不太稳啊，大哥？我没准备好呀！哎呀！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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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刚是意外啊，现在是没问题了，咱们已经把卡变好了。现在愤怒够啊，咱们接一个生死菩提，然后小狗的话再清这个老虎，这老虎有点像大头啊，看起来。给我弹，没打我，给我弹。这不施法呀，你妹的！好了，给我弹！我去，怎么没效果呀？不是吧？啊，这个有效果了。毒能反弹吗？毒也不能反弹，这什么意思呀？咱们这回合拖过久啊，咱们只要有生死菩提在，就永远不会死。他们就打不死我。不痛啊，不痛。你看反弹，就这反弹怎么都会磨灭呀？什么情况？咱们这时候再来个生死菩提，这样的话就不会死了。什么情况？刚刚那把大意了，我没准备好，这次应该没问题了。咱们这边愤怒不够，直接反电击就可以了。再把这个老虎给清了，反电击很准啊！毕竟咱们的反电击啊，今天是全满的，准是理所当然的。可以啊，没打到我，咱们神狗三连应该能带走这个怪。一下，两下，可以啊，飞！这还不飞啊？这边血这么高呀、啊？咱们再来接一个生死菩提啊，再把这个小怪给清了，应该没啥问题。打我呀，大哥，打我，可以啊。要你平砍呀，可以、啊，送我反弹，这都不会弹吗？可以啊，直接飞了，反弹可以啊。再反间吧，再反间吧，再反间一个，给我进去，可以啊。今天的反间命中率有点让我适应不了啊，我们神狗还绿了，这把肯定拿捏了，就看什么时候赢了。神狗再连一个，没有连，反弹可以、啊。咱们这边血线不多了，直接给自己卡血，然后大哥的话再可以清一个小怪，这老虎看着不太顺眼，咱们就先清老虎，魔王。老虎是盘丝，一下，盘丝的防御很高啊，咱们这个时候还是可以反击啊，反击的话很准，给我继续。怎么说兄弟们，今天的我好像站起来了呀，这反击命中率真的太高了。但是大哥死，大哥死了没关系啊，咱们还有个三弟，还有个孩子啊，咱们先把孩子拉出来，这把应该是没问题的，咱们很稳，稳的一逼。我去，我好像完蛋了呀，他不让我加药了，咱们继续反间，然后五龙开自己吧，没办法了，这个状态的话就只能五龙开自己，没其他办法，开完之后第二回合再卡个大金吧，那还能怎么样，没办法了，只能开自己。我去，兄弟们，四风四重，还有谁，我就问还有谁，就这反间命中率啊，根本没有输的理由。虽然我们这边是失血，但是我们的愤怒还不够，那只能后发了呀，回点血。还是后发老虎吧，后发老虎吧，老虎可能血不动了。
还是给杯茶写，应该问题不大，只要打我就可以了。可以啊，都加血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谢卡上来了，没问题啊，就看这个老虎飞不飞了，一个后方应该没啥问题，直接给我飞。你怎么打900呀？这他妈能赢吗？你打900？难说啊，兄弟们。不过还是有机会的，咱们这边愤怒够了，直接一个生死不提，然后再给自己卡血，问题应该不大。反弹，可以啊，咱们身上有生死不提啊，所以直接反间就可以了。给我继续。水一次嘛也很正常，还是有机会啊。这孩子怎么老跑呀？这个时候比较难受啊，不过咱们还有希望，因为咱们还有个三弟还没出场，咱们直接把三弟拉出来。三弟是个善恶的话，伤害很高啊，应该是三下五除二就可以把小怪给点飞了。封我没关系啊，咱们这边没有五龙了，直接给这卡大金，然后神狗再清一个，应该问题不大。绿，漂亮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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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有机会的。打我没关系啊，咱们血还挺多的，一下直接飞可以。这个时候直接水清自己，咱们特技很全啊，直接水自己，顺便解个毒，这样的话就没什么压力了。神狗再清飞一个，打我不痛，我去。大哥啊，我刚刚那把被封的呀，你怎么能预判呀？我真是服了，还好三弟给力啊。哎呀，这个时候能干嘛呢？咱们还被封着，只能偷一个真露酒了，到时候放下特技，然后三弟的话再可以清一个。哎呀，又开始叫臭鱼烂虾了，还好就叫了两个，还是有机会的，就看咱们的三弟出手了。三弟只要连，我去，不连呀，连了不飞了吗？这愤怒还不够啊，还不能够放特技啊，咱们给三弟卡血吧，万一三弟死了直接把血卡满，这样的话才有机会啊，咱们把这小怪给清了。飞过来可以扛得住啊。这个三弟速度是真的慢，经过一番鏖战咱们还是寡不敌众，不过没有关系啊，一次更比一次强，咱们还有机会，一点都不慌。咱们先解一个锁啊，解一个锁，再买一点药品啊，还是有机会的，比前几次已经打得好很多了。我真的要认真了，咱们直接切入战斗啊，这边愤怒不够啊，咱们直接反击小怪，给我进去，牛逼，错乱，大哥没关系啊，我们的大哥主要不打这个兔子怪就可以，应该没有这么巧吧？啊，还中毒了，我再起一个生死菩提，这样的话压力就没有了。随便对面怎么瞄我，我都不会觉醒。可以啊，瞄我，可以啊，再瞄我，压力真的不大，压力真的不大，可以啊。这个毛毛虫可能快死了，咱们这边愤怒不够啊，不然水清一个，咱们直接偷酒，下回可以水清，也可以起生死菩提，再弹可以啊。秒大哥没死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大哥打哪里去了？可以啊。可以直接带走，可以，这把真的有机会，下回合我们满愤怒啊，直接再起个生死菩提吧，因为这个怪是飞了，随便打哪里的，打哪里都可以，最好的话反弹可以啊，最好的话打这个大蝙蝠啊，兔子怪也无所谓，看大哥打哪里啊，可以，兔子怪一下两下飞，我去，这把真的稳，真的稳，真的稳，咱们这边有酒力状态啊，动不了手，直接给大哥加野兽吧，愤怒可以放的，加野兽有可能直接三连带走个小怪，可以反弹，没秒我，一下，没有连，没有连，大哥血线不好，咱们直接给大哥卡血吧，人物的话下回合就出来了，卡大金吧，万一这个千年万一死了，可以卡满，不痛，一下，不连呀。不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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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自己卡血吧，别死了，把这大蝙蝠先清了，他血不多了，别中可以啊，看大哥表现了，一下直接带走啊，那就没压力，那就没什么压力，就两个小怪一个主怪了，
咱们继续反小怪。进去，水一次也很正常，又被封了。我去，我打到哪里去了？可以啊，这个老虎血不多了，再点一下就死。咱们这边直接喝个酒，喝个酒，喝个酒，等会还能起状态。看大哥表现，大哥你别大主怪呀，先清小怪呀。哎呀，不然这个小怪已经飞了。咱们这满愤怒啊，再起个神速补体，随便打吧。三分之二的概率啊，不可能老打啊主怪吧？反弹可以啊，不死可以。哎呀，别扎主怪了，大哥。啊，你别扎主怪了呀，咱们一直后发回点血，应该不会打主怪了。哎呀，我一直后发应该飞，还不飞啊？我去，危险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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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连可以啊，那还行，那还行，那还行，可以可以。再给自己卡血吧，还有两个大金啊，再给自己卡血。然后神果的话，随便清一个，二分之一的概率嘛。飞，漂亮！这把就拿捏了，这把就拿捏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咱们把三弟拉出来啊，三弟还没出过场。让三弟来收尾吧，对面打我，好像三弟没他快啊，我还是起个生死菩提吧。如果三弟把他带走，他个怪把我带走了也不行，所以给自己卡血，先卡血吧。嗯，卡大金吧，还是卡大金吧，对吧？万一我一个生死菩提，他普攻把他打死了，我这边分身了，分身就两千血啊，随便打了。我们再来个杀气诀，这样的话可以有建设。然后三弟再给自己卡个血吧，万一三个平 A 把我 A 死了，我这边没有拉人药了。嗯，我去给自己加血加九千，你这一分身一加血，我去，可能情况不太妙啊。咱们一个平砍，对面小怪只有一千三的气血了。啊！再拉孩子，再拉孩子，我去，三弟没出过手就飞了。真是多此一举啊！咱们直接后发，再给他卡血，应该没问题吧？怎么血线还可以？应该是没问题。别死啊！我都没拉人药了，还行。再给他卡血，一刀，漂亮，直接干飞。哎，我这感觉做人不太厚道呀。本来想让三弟出下手，把大哥换走了，然后三弟也没出手，直接飞了，强行增加游戏难度。本来一个普攻就带走的事情。哎呀，强行给自己增加游戏难度啊！看来靠人不如靠己啊！站在最后的永远都是我，一刀直接带走。至此，三打白骨精剧情完美收官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单挑小雷阴司剧情，看我是否还能扭转乾坤。我们不见不散哦！